大家好，这里是马祖南干八八坑道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，这个就是陈年老酒的储存区。所以我们走进来之后呢，可以闻到阵阵的酒香。不过不会喝的人呢，可能就会醉了。记得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家 Kevin 跟 Alan 进来，一直说这里非常臭。我说太丢脸了，你的妈咪跟你的爸爸这么爱喝酒，怎么能说酒很臭呢？老酒是非常香的，高粱更是棒。OK。